兰花养了几年就是不开花，你以为多浇点水就行了吗？那你就只能欣赏叶片了。看我的兰花，每年都准时开花，就是定期使用兰花控施肥，每四个月在花盆里撒一勺，要不了多久就会冒花苞，开花芳香优雅。因为控施肥不仅能补充生长所需养分，还能促进开花，家里所有兰科植物都能用。